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坚持让我考云海？因为我想每天都能见到你。我们以前不是天天都见面吗？就是因为每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好像把你的存在当成了理所当然。过去的十几年就这样被我们白白浪费了。我想珍惜从今天开始的每分每秒。图图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很奇怪，高中的时候为了躲我你都跳级了，现在又非要让我跟你考一个大学。不是你说我们要一起？就算不在同一所大学，逢年过节也是可以见面的嘛。为什么要逢年过节啊？如果我说我想每天都能见到你，